Show me your love, show me your love. 你给我的拥抱不多不少，是思念的。今天我要竞选学生会主席。学生会主席是可以随便竞选的吗？是我的向上好学打动了他们，辅助我成为学生会主席。放弃吧，是你的。我亲认识，我叫林玉，我选择和我的团队一起签约。我叫任可英，是个明星。只要我们做得更好，最终谁胜谁负也就一目了然。最大的老板王普京，我就是你的辅导员高哥。屠龙刀圣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咱们什么世面没见过？我要不要除了他呀？要干嘛？没关系。干嘛拉着人家一句话不说就跑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是青春啊！